国泰人寿60亿元的现金股利益助之下，国泰金七月份的税后盈余冲高到66.8亿元，这是创下将近6年以来的单月新高纪录。法人预估呢，以国泰金前7个月的获利，再加上未来几个月陆续都会有不动产增值的利益益助来看的话，今年的税后盈余有机会可以重新站上300亿元的水准。